弟兄姊妹你们好，还有几个礼拜就圣诞了，大家开始忙碌买圣诞礼物，和你的家人朋友来庆祝。社区关怀小组和外展事工为大家准备了一个平台，让大家能够将这个圣诞的信息带给我们的邻舍。相信弟兄姊妹都很愿意将仁爱、喜乐、和平的信息和其他人分享，让他们都一同来到接受这份圣诞礼物。我们将会在12月10号向我们的邻舍逐家逐会派送圣诞的礼物。我们需要的是大概80位的弟兄姊妹一起来到去出去派份这份礼物，同时我们都需要大概20位的弟兄姊妹能够帮手来到去包装这个礼物。希望你和你的小组一家人一起来到出来将这份礼物来到去送给他们。报名的详情请与伍志伟执事联络。多谢大家。